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啊，就是为人民办这些事儿啊。看到人民的话，生活好起来了，富裕起来了，有钱花了，孩子们呢受到好的教育了，老人们呢医疗有保障了，我们就高兴。里面，别走给他，别介绍，我们南沟苹果的基本情况，是如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。他最关心的还是群众，有没有富起来，群众的生活过得怎么样，过得比较细致。还问到咱们这个苹果，摘苹果有什么技巧？啊，其实我们有个村民他示范了一下，说如何如何摘。特别关心我们农民，群众始终抓住。家里说：“哎呀，终于咱们年呀找到了这致富的门路了。”主要是问的我这个价格和这个销路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总书记很关心农民的收入和这个企业的一些发展情况。下一步啊，我们要育出好品种，管出好品质，卖出好价格，继续沿着这条苹果致富之路，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理念，让我们沿着好苹果卖上好价钱，让我们沿着老百姓过上更富裕的生活。